快俾我天下，泽连斯基正式同马斯克反面。当日俄乌战争极需要网络嘅时候，马斯克第一时间开放星链，令到打信息战同埋一啲地图战嘅时候，直接令到泽连斯基乌克兰占到绝对嘅优势。呢个系非常坚抽。今日对伊朗又系。嚟緊對中共唔知會唔會有呢一場，但係嚟到呢一度，俄羅斯公投結果出爐之後，唔知馬斯克係未瞓醒定點樣，佢竟然支持俄羅斯，佢話呢個係人民嘅選擇。如果要和平嘅話，叫澤連斯基直接咁樣承認咗克里米亞係俄羅斯嘅，然後展開和談，結果澤連斯基當面。其實不是當面，即使在推特那裡屌你，你說什麼東西，即是我估計他是這麼上下語氣。人民的公投，人民的意願，這樣問題就是他拿把槍斷家斷戶去守，然後指著你叫你投票。澤連斯基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，他說當你部車在度，跟住人哋拆咗你個轆，當自己嘅，拆埋你嘅引擎，當即係你自己嘅，跟住大家投票啲嘢喺佢度，跟住佢話係佢嘅，跟住你俾咗佢。佢話由頭到尾根本上唔合邏輯，你話你諗下就好啦，即係你講到咁咧，係冇乜必要。而更重要嘅就係立陶宛總統。吉塔納斯，當有人試圖偷你 Tesla 的車胎的時候，不能夠令到他成為汽車或者車輪的合法所有者，即使他聲稱雙方都投了贊成票，只是這樣講的。這馬斯克在這裡，我相信他入了，因為已經不會有回頭戰。你這樣講法，喂，你以前怎樣幫烏克蘭的人都已經完全成為泡影，因為講到尾很簡單一個字講曬，就是你現在叫烏克蘭送啲土地，放棄土地，放棄人民，就俾咗俄羅斯，而且仲要話俾人聽，呢個係民意，呢個係公投，所以我話啦。好彩泽连斯基不是广东人，如果是广东人就真的好像我咁屌你啊！你讲乜撚嘢啊？黄毓民就一定会咁样讲，我话俾你听。有时候有钱佬唔好口沫遮拦咯，有啲嘢应该讲，有啲嘢唔应该讲，系应该慎重啲咯。节目做到呢度，拜拜。